让我自己看一眼。OK。完了，不对，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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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错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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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不能直播这个，现在直播这个没有意义啊，因为我昨天做晚了，我昨天日常做的比较晚，我现在进去日常也不会刷新的呀，那我们可能要换个游戏播了。欢迎舰长周大娘 ATZ 进入直播间，我们可能要换个游戏播了。这个不行。我才不敢玩呢，我压根就没买，因为这种游戏我就不敢玩。上行线路没刷新，做不了。这是我家，这是我自己建造的家，你看是不是很废土？这个地方是不是很废土？这是我自己的家啊。我一手打造的我的废土聚落，我一手打造。我们的美丽的家园。感谢大娘投喂的一个小星星。感谢宝冠雄鹿投喂13个小星星。感谢宝冠雄鹿投喂2个辣条，非常好。我们这个美丽的 camp。真的太美了，允许我赞叹一下我自己的成就。靠，核弹！你说哪个门呢？你就是大家问东西的时候没有什么大改动，大家问东西的时候要说明白，因为我这边有延迟，就是不是你们看到的有延迟。当你发出那个弹幕的时候，我可能已经不在那个地方了。所以，如果你不说清楚的话，我不知道你在说的是什么。我也不知道这个门是哪个门。消浮通道，这是我们的避难所。这是我们自己设计建造的避难所，我们的26号避难所，全部是自己打造的，真是一种成就感。原子商店啊，不是避难所大门，不是啊，避难所大门就是你做完家园拓展任务就有了。这个门你做完家园拓展任务，不对不对不对，错了错了。你做完家园拓展任务会给你这个门，对吧？这个门生活区是原子商店，大厅是会员的，然后中庭是原子商店的，这样子的，就是这个玩意。那肯定不怕呀，这里面真的不怕，这个避难所真的不怕核弹袭击，就算核弹把你的 camp 炸了，你在避难所里也不会有问题的。你看，比如说中庭。原子商店、中庭，然后生活区、大厅就是会员的，你有会员就会送你这个，不用你额外买。这个是任务给的，这个是游戏本身的任务给的。
他这核弹是要炸哪儿？炸女王是吧？OK，明白了，我们马上过去。大家看我们的避难所前台，我399级了，真巧，你99级了，我399级了。哎，这个前台是不是很漂亮？等候区还有一幅避难所的地图。前台工作人员可以在这里啊接待一些我们的访客，对吧？搞得我想回去玩辐射四了，真的。这个搞得我想回去玩辐射四，因为大家也知道，辐射四有88号避难所，对不对？搞得我想回去见我的88号避难所。但是辐射四，我，如果我要玩，我就要重新开始。你们说肝得起吗？我已经玩了8遍辐射四了，8遍，大家没有听错。我已经玩了8遍辐射四了，我再玩一遍，我真的肝得动吗？这是不是有点太……我这辈子就和辐射四杠上了，辐射四玩了1800个小时，我去，这个合伙页还没把我烤焦，这是个奇迹，Holy！哎，我靠，这什么情况啊？哎，吓死我了！我去。我这辈子又和辐射四杠上了，真的，1800个小时打了8遍辐射四，这是我这辈子玩的游戏时长和遍数最多的游戏，没有之一，就是这辐射四。我也不知道我到底和辐射四有什么怨什么仇，我就是不停的想玩，我不停的想玩辐射四，我隔一段时间不玩辐射四我就又想玩了，我隔一段时间不玩辐射四我就又想玩了，像有瘾一样的这个游戏真的，我不知道辐射四到底。对我到底是什么特殊作用？一个单机游戏大家也知道，像76、命运二啊这些游戏，它都是多人游戏，对吧？多人游戏你经常玩可以理解，不是一个单机游戏，我怎么就一个单机辐射四没有任何联机要素，我怎么就靠就停不下来，就玩了还想玩，我真是受不了我自己。2015年的游戏过了6年还在这里，我靠！Shit！过了6年还在这里，想玩。感谢子夜孤灯投喂的24个小星星，我被自己给搞死了，很遗憾。他们人在哪里啊？我在哪里啊？Come on！76好友，他等一会儿啊。我靠！我打不到他。哎，这。泥沼蟹王，浮尸蟹，浮尸蝎。刚才是突然窜出来个浮尸人来，然后我就被他干死了。我靠，这乱七八糟的，我都看不清我在打谁，直接给我整懵了。
我靠，这个是真的大战，打的是战况四起，乱七八糟，四支四箭，漫天子弹。也不知道谁是谁，也不知道友军，也不知道敌军。我靠，有人倒了，哎，没来得及。这什么玩意啊？爬物虾。防空火力网，这就是他的死期。靠，没子弹了。解决了，起作用吧。我没测试过，没测试过这件事情，我觉得应该是起作用的呀。他没有说是特定。他肯定不会断肢，啊，他肯定不会断肢，但是我觉得额外伤害应该是起作用，但我也没有测试过，反正。为什么没有人加队伍啊？他们要干嘛呀？这些人？又来一个浮尸兽，那肯定不行。原来是个玩家，还以为是浮尸人。这个是浮尸人。浮尸兽陨落了，能做？啊，不是，你说那个树屋啊，我不确定，我不知道。你说那个特定地点的树屋，那我还真不知道。这卡枪声的 bug 到现在还没修复，认真的吗？啊，不是，没卡，是真的有人在开枪。我靠，这是辐射区啊，搞了半天，我还是撤了。那自己搭建的都可以打呀，自己搭建的当然可以了。这个刷新了，阿帕拉契亚的夜晚，这玩意到底是什么啊？朋友们，这把枪到底是什么？为什么游戏里我觉得这把枪是最少见的？这一把，
因为我知道有黑火药手枪，对吧？有黑火药步枪，这些都是很常见的。但是黑火药雷筒，我在我的整个1300小时里就见过一次。黑火药雷筒到底是个什么玩意？为什么这把枪掉落率这么低？然后，雷筒是什么霰弹枪吗？到底啥是雷筒啊？这到底是个啥枪？不是，我第二次见，我玩了1300个小时，第二次正常掉落。这把枪我只在这次之前只掉落过一次，极其罕见，但是又没有什么卵用。反正就是一把极其罕见但没有什么卵用的武器。我也不知道它到底是为什么，为什么比手枪和步枪？它是不是霰弹枪啊？到底它到底是什么？黑火药手枪是手枪，对，76。黑火药步枪是步枪，那黑火药雷筒是啥？是霰弹枪吗？因为已经有手枪了，有步枪了，那它是为了干嘛的？对吧？这把武器就很怪。这把武器就很怪。把它收藏起来吧。那手筒和手枪的区别是啥？没人了，我去不行吗？然后就取消啊，这变成了一把普通的武器，为什么呢？Why？怎么这么多死亡爪肉牌？卖了卖了。怎么这么多发光的血？卖了卖了。怎么这么多？好吧，这个不多。怎么这么多消福宁？卖了卖了。靠，他没钱了，算了算了算了。是一日市长，一日市长，我给你找一下知县啊。一日市长，哎，怎么没？啊，这，任期一天的市长，不是怎么改了？为什么？为什么他把翻译改了？原来我记得这个任务叫一日市长啊，一日市长这名字多好，为什么要改成任期一天的市长？这是谁看不懂字要改这个呀？难道是我记错了吗？我记得，我靠，那为什么我一直记得叫一日市长？大家都管这个任务叫一日市长，但是结果却发现。官方的译名真没特色，所以大家干脆自己说这东西叫一日市长。可能这就是我一直以为他是一日市长的原因，就是因为大家都这么说。我靠，你格拉夫顿市长怎么能把嘴闭上？我靠！他们来了，我们是他们的奴隶。我靠！这么这直接就，
去。哎，没子弹了，别这个时候没子弹，你在逗我吗？哦，在半空，我去，这是今天是怎么？螃蟹之日，我被围殴了，我的四面八方都是螃蟹。是不是没了？没有，毒伤，不，有属性，有属性能扛毒伤，但是没有护甲是为了这个而生的。这把武器当然是手摇啊。双弹阿帕拉契亚雷霆加特林，感谢卡佩奥投喂的小心心一个。我的日常是不是真的没有刷新？如果日常没有刷新，我们就只能去玩别的了。如果日常没刷新，我就只能去玩别的游戏了，否则能干嘛？哎，刷新了，靠！怎么回事？我记得我昨天中午才打。哦，它不是24小时刷新的呀！靠，我一直以为它是24小时刷新，可能它是定点刷新。谁把门关上了？火山口，晚上好。其实我这是早上。我换了个位置，否则太挡屏幕了。哎呦，监狱，no！不要监狱。我最讨厌监狱了，这是我整个游戏最讨厌的地方。我和大家说，没有之一。这是什么个情况？这车怎么被压在了石头底下？靠！这个车开过的时候，上面发生了塌方，于是这车就被埋在了石头里面。我最讨厌这个鬼地方，真的难受，又恐怖。不要联系我。我靠，它漂移了！你说这帮尸鬼非要前仆后继的来咬我，干嘛呢？图啥？走。不想来这里啊。咦，这么巧，咱们都要来这儿，那人多力量大呀。他臭气熏天，那货，靠，那货居然是来做日常的，他把我拖下水了。这枪伤害很高的，这枪真的伤害很高的，大家千万不要。是的，最好的是200，大家千万不要觉得等离子投射器不好啊！等离子投射器很强的，如果你能拿到一把山洞 V33，那恭喜你，你爽了。这个山洞 V33 的等离子投射器，这很牛逼的，真的。
这个武器，特别是，但是你要求你是 V 模式啊，你要是 V 模式流，你要是 V，你看啊，哎，这把武器见人就爆头，一枪毙命。小怪，它是轻小怪神器，小怪全是一枪毙命，除非是一些小 boss 它才会费劲，但是拿它来清小怪是最清爽的，就是一枪一个，一枪一个，真的无比爽快。这是清小怪神器，真的，特别是对尸鬼这种玩意，爽的一批。不是真空管到底在哪里啊？你给我离远点。在这儿，滚蛋！别追我，万能胶。大家看，什么叫效率？什么叫效率？一枪一个，一枪一个，全部搞趴下，一个。不能不能，那肯定不行。可惜我不能在这协助他了，我要干我的事儿，我本来也不是来做这个任务的。哎，我这核弹，靠！哎，我怎么过去啊？这个缺德楼每次我都迷路，靠！我要，Holy shit！我还要给它破解开，你在逗我吗？走向 manufacture，过了过了过了，关键是要换那个。换 perk 太烦人了，换 perk 这件事情真的烦人。动力使用者，我赶紧啊！我再不赶紧，不是，靠！这鬼地方到底什么情况啊？哎！不是我，哦，这儿，你给我滚开，滚开，让路，让路，让路，你们这帮混蛋！因为我要找这该死的该死的管子。啊，才给我刷到了这个破地方，还有一个在楼上。OK，我可以滚蛋了。拿串儿，拿串串串香。核弹要来了，Let's go。换卡是要更新了，但是不是一键换卡，而是说你不能，不是，是一键，但是不能随时换。我意思就是，它那个不能随时换，但是它可以换 special，这就是取舍了，朋友们。官方的换卡不能随时换，但是可以直接带着 special 一起换，就是可以彻彻底底的变成第二个角色，它不只是换卡。啊，这就是取舍。虽然它不能随时，但是它可以彻底。你可以瞬间从一个重枪流变成一个步枪流，甚至从一个重枪流变成一个手枪流。第三赛季马上就要结束了，应该，因为3月份就是第四赛季了。你看那腐蚀兽直接被搞死，那腐蚀兽直接被核弹搞死。
核爆了，核爆了。我怎么拿错枪了？对，啊，不是，没有啊，有啊，那个叫原爆点，那个成就叫原爆点。我靠！哎呦我去，这怎么交相辉映啊？俩浮尸兽。我靠！哪来的狗？它飞了。后方来袭敌群。你别跟着我。我靠！温迪哥的爪子直接被炸飞了，有人需要帮助 ，medic。没有 ，medic。有没有 medic？ 我靠！没来得及。怎么到处都是怪啊？
我靠，啥都来了，真是群魔乱舞，我的天呐！女王跪了。但是战斗没有停止。这玩意也想咬我，这就过分了。这都是什么呀？我都懵了，真的打。到处都是怪，到处都是怪。又来了。真的是字面意思上的到处都是怪，各种怪，整个辐射76的怪倾巢而出，啥都来了。打一个女王是整个辐射76所有种类的怪全来了，简直是合家欢啊！就差照一张全家福了。开包，你听说过那个对肥皂上瘾的人吗？他现在很干净。哦，我懂了，我懂了，靠，这个我看懂了，就是你乍一看他可能只是说这个人喜欢洗澡，对不对？但是大家知道，clean 这个词在英文里。还有一个意思就是说，他戒掉了他的一种瘾，比如说以前一个吸毒的人，你说他现在 clean 了，he is now clean，他的意思是说他现在戒毒了，对吧？那个对肥皂上瘾的人，他现在很干净，一语双关，be clean，clean 一是因为他对肥皂上瘾，所以他很干净；第二点是因为他现在戒掉了肥皂上瘾，所以他 clean。我总算看懂了一个冷笑话，靠！经常是因为这个文化语言问题，我看不懂他在说啥。这个我懂，这个我懂。该煮菜了。这人也不煮菜，站着干嘛？真是的，看我，我要做一些美味的菜肴。我们有多少个？腐汁肉肉就一个，那做不了，做不了，算了算了算了。我400级了，朋友们，我400级了，我破400级了。我总算400级了，看看，等级400，是不是？爽爆了！可惜刚才没有截张图，刚才升级的时候我应该截张图的，以纪念我的400级。
是巨高，幸而触发率巨高啊！他先用吧，我们这个有这个礼让。你看，我们友好礼让，废土也不能丢失了我们的这个啊礼仪，对不对？曾经有句话说得好，我们要重建的不只是墙和砖，更是人的心灵和智慧。But hearts and minds。哦，对了，那话怎么说来着？等一下啊，哎，这是什么？别人丢的，我不需要，需要的人拿了。这是那个篇里面的话吗？稍等啊，我们重温一下吧，干脆。那是那个片儿里的话呀。朋友们，你们还记得两年？你们还记得两年半以前？两年半以前看这个宣传片时候的自己吗？我还记得，那时候我还是一个高中生。那时候我还是一个高中生啊。那时候的辐射76是多么的令人唾弃，多么的令人令，多么的就像一个笑话。但是现在呢？Of Vault 76. This sprawling 两年之 underground 后，它变 shelter 成了 may 什么 have been 样子呢？engineered by Vault Tech, 想必大家都知 but it 道，was built by you. 在两年间，辐射76发生了 So 怎么 if 样 the 翻天 bombs 覆 do 地的 come, 变化？our way of life will 真 endure. 的是翻天覆地，这一个词不足以形容它的变化。West Virginia, the Red Mountain, Shenandoah River. Life is older, older than the trees, younger than the mountains, blowing like a breeze. Country roads, take me home to the place I belong, West Virginia, Mountain Mama. Stopped and the fallout have shattered. You must rebuild. Not just walls, not just buildings, but but hearts hearts and minds. And ultimately, ultimately, America America itself. itself. 就是这句话吗？In Vault 76, our future begins. 是不是？哎，就是这句话。Not just walls, not just buildings, but hearts and minds, and ultimately, America itself. 他们还在这做校准，那我也做做吧。人家这么，靠，人做完了，我来了，这是不是不太好？但我一直也没有离开嘛。
我一直也没有离开这个地方。稍等一下，我的直播源要调一下，我忘了关了。这是我的锅。不坦协同，大家看什么叫不坦协同，这就叫不坦协同。坦克在前，我在后。人形肉盾有前途啊，我觉得半自动步枪没什么问题。他怎么走这么慢啊？他是不是超重？接下来我该返回，不对，先去基金会。买精英手柄啊，精英手柄你可以调扳机嘛，你把扳机调到最少你就爽了。这戴维是滑了一跤还是怎么样？不是，你能他怎么总说话说一半，这人不能一口气把话说了。这上面这一根是什么情况？这是什么气候现象啊？这是龙卷风吗？大家看，这是什么气候奇观啊？这是风屏障吗？这是云，这那里是什么地方啊？国家独立，无线电阵列，这是发生了啥？看来那里有阴谋啊！国家射电天文学研究中心，那这里不就是研究外星人的那个地方吗？那难道外星人真的来了？我的望远镜，靠，望远镜没带 ，shit， 那就用。看不见啥，但是真的是无线电阵列，这个奇葩的气候。等级400 ，no， 不要这么说就没有意思了吗 ？bug 无处不在，但是我们要带着一种啊抛开 bug 的这个想法啊去探索这个世界。稍等。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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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我自己换的 loading 图。你知道你可以自己换 loading 图吗？你在文件夹里替换。
你在文件夹里替换，那个是那个我做过的，那个我做过的。你搜，你在 B 站搜索辐射76废土克前置任务，我做过一期攻略的，我做过一期攻略，就是教你怎么找那个。怎么找地图碎片，然后拼起来的那个暗线任务？这是废土克之前出的一个没有任务线的暗线任务。我专门做过一期视频做这个的，你可以找一下。干啥？你在变种人营地眼皮子底下好吗？我马上去，我领个任务啊，领个任务。有多少？不是很多，其实主要应该就这一个吧。你不是，但是隐藏任务这个很难说，因为到底什么算隐藏任务？不止这一个，比如说我们还可以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这个地方有个隐藏任务，大家都知道吧？这个布莱克山军火工厂，这个地方有个隐藏任务，你如果完成这个隐藏任务，可以获得那个量子涂装，对吧？这地方有一个，然后。然后格拉夫顿典当行的那个废土克的前置任务也是隐藏任务，然后你还可以找到51号监管人的尸体，那个隐藏任务是河东天之前出的，是从这个摩根镇的叫不是摩根镇的那个大无敌超市。门前的箱子开始的隐藏任务，那还有好多其实，但是你这样，但是我也不可能突然全部回忆起所有的。我目前能想到这仨应该是能算隐藏任务。小故事太多了，靠！你要说小故事的话，到处都是小故事啊，这游戏到处都是小故事。就举个例子。举个例子，What the fuck？我的 Siri 突然喊了一句，吓死我了。这个，比如说这里就有小故事。这个工坊这边有一个人，他被辐射了，对吧？然后他留着一串已经在滴绿色粘液的脚印，去找那个辐射冲洗处，结果还是死了，变成了一滩骷髅，对吧？这种小故事到处都是。我可以这么说，99%每个地点都有一段故事。辐射的地图上没有用的故事，没有用的地点全都是故事，而且一个地点甚至可能有10个故事，真的有的大的地点，这整个地图上全是故事，有几百几千段故事等着你去发现，真的是成百上千的故事，整个地图上。我为什么要提这个？因为我之前玩了《孤岛惊魂》《新曙光》啊，《新黎明》。我就直接高下立判了，《孤岛惊魂》新黎明的地点一半都是没有用的，就是一半的地点你去都是找零件的，你找了两个零件，那地方就什么都没了。另外一半的地点是可能有小故事的，但是辐射76、辐射4的地图，99%的地点都有多于一段的故事，甚至有的地方会有十几段大的设施，这就是区别，这就是场景叙事的水平，育碧和毕设的对比。每个地点都是故事，每个地方都是故事。整个地图是精心手工制作的一个个的故事场景，但是育碧游戏一半都是填数的，这就是区别。同样是废土开放世界，一个是每个地点都是手工制作的，哎，另一个就是一半都是滥竽充数，只有另外一半才有值得。看了一些小故事，
同样的题材对比嘛，也不能拿不同的题材对比，对吧？同样的题材我们就可以比比了。那这儿呢？你看这游戏玩了一半我都没玩了，真的，稍等啊，Far Cry 这个，这游戏我玩了三分之一我就退了。因为我本来很期望着我能像辐射一样探索一个多姿多彩的废土世界，结果我错了，水桶开放世界无聊至极，地图里一半的地方我去，除了零件什么都没有，让我非常的失望啊！开放世界能做到多没劲，就是这个游戏，跟大家说，还买了，我当时全价买了，结果我可能玩了30%，我就再也没有开过这张盘，再也没有玩过这个游戏。这实在是太没劲了，这个游戏真的，这个 New Dawn 太没劲了，什么东西？是我见过最水桶的开放世界。育碧其实有些游戏开放世界做得很好，我就举个例子吧，全境封锁，全境封锁它开放世界本身做的是非常好的。全境封锁的开放世界，那些地点、场景的细节，绝对把这个孤岛惊魂、新黎明给秒得渣都不剩，真的。全境封锁的开放世界探索还是不错的，但是这个孤岛惊魂新曙光是真的没劲，是真的水桶，是真的这个没有探索的价值，不像全境封锁还是挺有意思。我靠！你们围攻我，这好吗？这不好！你们偷袭我！真的不想玩啊！真的，这个孤岛惊魂新黎明是个什么玩意啊？当时大家记得吗？大家记不记得我这边就要鞭尸了？我要鞭尸了！你们去看，你们去看育碧中国当时放的《孤岛惊魂新黎明》的那个宣传片，你们去看弹幕里有刷说育碧教毕设做辐射的，你们去看，真的，现在绝对还能看得到。你们就去搜《孤岛惊魂新黎明》还是《新曙光》来着，反正它的宣传片弹幕里就有人刷育碧教毕设做辐射，你们笑死我！真的，靠，差点没笑死我！特别是在我玩了新黎明之后，更是成了国际笑话。这就要鞭尸了，就这水桶还教毕设做辐射呢。就这水桶，我靠，它本身去当一个水桶，估计都会漏水。我觉得《孤岛惊魂》《新曙光》是育碧最无聊的开放世界，没有之一。它比《孤岛惊魂五》，它比《全境封锁》，它比《刺客信条》，它比哪一个？它甚至比《幽灵行动》都无聊。我说开放世界，我不是说别的。这地图都不换，懒成这个样子，你说，大家想想。如果辐射76不换地图，会被骂成什么样子？如果辐射76用的是辐射4的地图改了改，你们敢想吗？你们敢想，如果辐射76地图都没有改，会变成什么样子吗？但是新曙光人家真就没有改，啊！你不要以为我帮你打了尸鬼，我就是你的朋友了，你想多了，小子。哎呦，我不知道弹幕里的朋友有没有买过这个，有没有买过 PC 版的76的实体盘？你看我这就有一张，这是辐射76的 PC 版的实体光盘。那么这张盘呢？它没有盘啊，它很奇怪，它是一个纸条。它是一个光盘形状的纸条，大家看到没？它是个光盘形状的纸条，
这点实在是非常的搞笑。当我第一次打开的时候，就是别的，就是这个 PC 实体版没有光盘这件事情不奇怪，奇怪的不是这件事情，因为 EA 很多游戏现在也没有光盘，但是 EA 会直接给你塞一张纸条，像这个样子的。如果是 EA 的话，会给你这么一种东西，直接放在光盘，它不会有任何，它光盘这边会是空的。但是 B 社它搞了一个光盘形状的纸条，这个我是第一次见，我从来没有见过有公司搞了张光盘形状的纸条塞在这里面，这一点真的非常的有意思。BB 小子，我也有啊，你稍等一下，我这就给你拿来。相机有皮肤。哎，大家看。BB 小子。而且是76的版本，是老版 BB 小子2000 MKVI，甚至呢还有一个可以用的这个全息卡带槽，大家看到没？靠，这个摄像头怎么办？这样，它甚至呢还有一个可以打开的全息卡带槽，你可以把全向卡带拿出来。你可以把全向卡带拿出来，然后放进去，然后合上，清脆的一声，你就拥有了一个 BB 小子。可惜我没有买会亮的那个模组，而且这些按钮是真的可以按的，这些按钮按下去以后，它这个上面的记录条是会调，这是我自己拼的，而且这个是要你自己拼的，非常的不错。特别是插这个全息卡带的感觉，全息卡带上还有一个这个滑槽，不知道是用来干嘛的，把它放回去。这玩意戴在手上还挺重的。啊。是啊，我用的就是这个鳄鱼的啊，不会，我这边不会，我用到现在都没有。它都是限时的，现在只有这一个。我错过了我的罐头任务。照相机能照相啊？这照相机它能照相。但有朋友问了，这游戏不是有照相模式了吗？对吧？那有照相模式了以后，为什么要有照相机呢？很简单，我告诉你为什么。你看，如果我想拍一个近景，
啊，还能识别，它还能识别。比如说你，比如说举个例子，你打死了一堆敌人，打死了一堆尸鬼，然后一堆尸鬼中间有一个传奇的，但是这堆尸鬼死在了草丛里，你找不到了。这时候你就可以拿起你的照相机，它就会显示在你取景框范围里面的尸体有哪些，你就能很轻易的找到那个传奇敌人的尸体。它还有这个功能。那我举个例子啊，有朋友问，哎，这个游戏有照片模式，那你要这玩意干嘛呢？你看，如果我要拍这个近景的话，对不对？它是自带景深的，大家注意到没？你看，我可以，哎，很方便的拍一个很漂亮的这个近景，对不对？对不对？我可以很方便的拍一个这样的近景。如果我现在要用照片模式，我就需要先这样，再这样，再这样。再这样，我才能拍出来。但有照相机，那就很简单，那就非常的简单。它还有它和照片模式是有不一样的地方，而且它还有识别功能。你看，我给你举个例子啊，比如说我们去识别一下监管人和他的机器人，你会看到它的右上角会出现一个识别的目标列表。你看，哎，对吧？你看右上角，达文波特，监管人，他会显示出现在取景框里的角色和一些特定的地点，这样子你找传奇怪，你就很容易找达文波特，监管人，对吧？这玩意是一个任务给的，任务的名字叫“人生目标清单”。这个任务呢，要求你去一些地点，不是车站街？这个真不是车站街。你要接到这个任务叫“人生目标清单”，怎么接到这个任务呢？它是随机的。你在探索世界的过程中，在一些景点，注意，在一些景点的前面。有机会找到一个游客的尸体，这个游客尸体的身上会有一个坏掉的专业豪华照相机，然后你可以修复这个豪华照相机，你就有了照相机。注意，它不是豪华照相机，它叫专业豪华照相机。比如说，这个威拉德水上乐园前面的停车场就有几率出现游客的尸体。那比如说这个。就是反正是各种景点前面有可能会出现有一个游客的尸体，然后这个游客的尸体身上就会有这个东西，但是它是随机的，它是随机的，它不是固定的。哒哒哒哒，感谢梦醒易患投喂的16个小心心。这真掉了我，我怀疑我是不是买了个假的3080。这个游戏就是这副样子。这个游戏的优化就是个这么情况。感谢梦醒易患投喂的这个好哎，并成为高能榜第一名。17个，170个金条，这点金条还不够塞牙缝的呢。这点金条真的不够塞牙缝的。
地理知识要考的啊，记一下。格拉夫顿镇，格拉夫顿镇建在提加特河谷的岸边。哎，提加特河谷，朋友们，提加特河谷记住了啊，以后要考。格拉夫顿这个河谷它叫什么呀？这个河谷它叫什么呀？它叫提加特河谷。哇，好漂亮啊！好吧，有种残酷的美，因为这毕竟是掠夺者他老家，这地方有一种说不上来的感觉。79号避难所。不是，是 PC 版。他们把，好吧，这顺序反。我刚想说他们把避难所建在裂缝点旁边真的好吗？然后我一想，靠，人家建这避难所的时候还没有这裂缝点呢，不对，还没有这片废土呢，所以我发现我的逻辑有点问题。不要忘了本职工作，不要忘了本职工作，朋友们，捡破烂。靠，这破照片要把它删了。照片太多了，也有。照片太多了怎么办？清理了一下。深不见底的金条，全是金条啊！我好想抢劫啊！79号避难所差事1/4，等待中。79号避难所豪杰 DLC 现正热卖。就360，真的不够塞牙缝。360能买啥呀？啥也买不了。好吧，还是能买一点东西的。有没有100的？没了，这就花完了，这就花完了。你说我到底什么时候才能把整个79号避难所所有的装备给买下来？那是猴年马月。我的目标是全部换到，我的目标是我要把所有的79号避难所的金条全部换到，
我才会罢休。你看我现在已经换了很多很多了，但是还有很多很多。火山口和定居者，我靠，还有这么多！我现在把火山口和基金会的已经全部换光了，但是我是没想到，What the fuck is this？这也太多了吧！我的天呐！这是真的，能把人干死。现在怎么没什么动静啊？这个是不是萌新啊？你们觉得这个人是萌新还是小号啊？我也分不清。回家。你是怎么看出来的呢？哦，头像啊，那万一人家就喜欢这个头像呢？人家一上线就把这个买了呢？万一人家是个辐射四老玩家，所以他买了辐射四的头像呢？这到底怎么分辨呢？不是，如果是我的话，我一进游戏第一件事就是把主菜单都按一遍，那你自然就会按到原子商店。你一看，哎呀，比如说它是什么那个那种豪华版，对吧？豪华版会给那个原子点嘛？然后他一看，哎，图标，一看这里面啊，辐射四，那自己是个辐射四老玩家，他就把这个买了，是不是？不是，这个皮肤真的太丑了，这个动力甲怎么能做得这么丑呢？它怎么能这么丑呢？这是个啥呀？不是，这。认真呢？让我来看一看。来看看啊，看看实际效果，比如说，靠，这直接和我的自由至尊冲突了，他直接穿模了，你看到吗？他直接穿模了，明目张胆啊！那头盔呢？头盔太丑了，头盔真的太丑了。这是个什么东西啊？这个头盔实在是让我无力吐槽，它长得实在是太怪了。其实我觉得垂直守卫的不好看，我觉得垂直守卫的不如。算了，我不要穿这一套，我要穿 T51，我不管，我要穿 T51，我就喜欢 T51，我不喜欢别的动力甲，我就要 T51。T45、T51、T60。T65 吧，这应该就是 T65 吧。
我就喜欢 T51，真的，我最喜欢的武器就是，我不是，我最喜欢的装甲就是 T51，一直都是，所以我决定我要换 T51，我不要别的甲，我就要 T51，没什么特别的，它就是会给武器加个强酸伤害而已。我最喜欢 T51。来，我们来改一改我的 T51 吧，是不是要这个东西啊？首先我们把它们全部换成标准涂装，这是我最喜欢的动力甲，我辐射系列一直我最喜欢的动力甲就是 T51。 OK， 换完了以后我们来特斯拉护腕，装甲王牌喷射背包、自由帮喷漆背包、暗物质喷射背包、宇宙队长喷射背包、垂直，当然是垂直守卫啦。300周年，地狱火，垂直守卫，等一等啊，为啥要压智力呀？那不是好事儿吗？我的那个盒子思酿的，我觉得黑鸟，我靠，这模仿也是够丑的。钢铁兄弟会，黑鸟啊！对了对对对，对了对了对了，完了！靠！躯干我不要 T51的，躯干我不用 T51的呀！我做错了，我错了，我错了。我错了，躯干我用的是 X01 的，我一直用的是 X01 的那个胸甲，可恶啊，我用错了，可恶，为什么？我马上告诉大家，你看这俩配起来超级帅的，你用个黑鸟涂装，你看看，哎，你看看这个，是不是？啊，我怎么用错了？我靠！嗯？为什么做不了啊？什么意思啊？嗯？他什么意思啊？为什么？What？啊？这是什么意思啊 ？Why？ 为什么？为什么？我靠 ，X01 不能用，什么？我直接傻眼了，这可如何是好啊？Come on！ 等一下，别吧，
我查一下，我看一下他简介，这多捞啊！在哪儿呢？包含了适用于所有动力装甲的呀，所有动力装甲的呀，没有说是限定啊，什么鬼啊？What the fuck is this？这怎么办啊？真是 bug 啊！那下线再上有用吗？那我只能尝试这个办法，也没有别的办法。如果还不行，我就歇菜了，我就。为什么呀？多好的搭配呀！没什么特别的，最近。我倒要看看这到底怎么回事儿。不会吧？我靠！我可能需要紧急援助，朋友们。我知道为什么了，我知道为什么了。我需要紧急援助，我可能不会做，我知道我可能不会做 X01 的喷射背包，我可能不会做 X01 的喷射背包，这就是为什么我用不了。怎么可能？我怎么可能不会做 X01 的喷射背包？我真的不，我，哦，靠，这个东西才是 bug 呀！能做这个才是 bug，别的都不能做，因为我不会做，我不会做喷射背包，根本。这 X01 的喷射背包哪儿拿来着？靠，这下搞笑了，400级了。400级了，没有 X01 的喷射背包，真的搞笑。必保，OK，是在生产区吗？我服了我靠，400级了，不知道喷射背包怎么做。我之前是在干啥？我之前是在干啥？What the fuck？不是下载，是买的，
是买的，不是下载的，下载的是这个假的设计图，不是喷射背包的设计图。废土工程师没有了，辐射四已经很久没玩了，辐射四已经很久没玩了。没时间了，没有时间玩那么多游戏。建造还是最费时间的。新维加斯我是玩不下去了，反正那画面对我来说已经是被淘汰的级别了，打了 EMB 也救不了啊！真的，因为 EMB 都瞎眼。EMB 都瞎眼，我试了各种 EMB，发现 EMB 就是把我的眼睛给，靠！但是不打 EMB 又看不下去，导致我根本就不玩新维加斯了。我本来打算重新玩一次的，后来我放弃，我等重置，我等辐射四的重置，我受不了。还有那个太空步，太空步和纸片枪，太空步、纸片枪、纸片人，我是真的受不了了，必须等重置了。我应该从这边进是吧？那个走起路来像我在漂移一样的，真的受不了了。你看《辐射四》和《七六》走起路来，你感觉是自己的脚是踩在地上的，但是《三》和《新维加斯》走起路来，感觉人是在漂移的，根本就不是踩在路上的，这是个很大的问题。Communication。Production，这货会给我减价吗？这货会给我减价吗？靠，真不知道啊！我还真不知道。好家伙，我还需要那个东西。葡萄，嗯、啊？嗯？啊，在这儿，在这儿，是我瞎了。葡萄口味敏达，这样我就可以减价。哒哒哒哒，哒哒哒，这么贵呀？那也没辙是吧？好了，有了，啊，对了，既然他有钱了，我再卖他一点东西。2000，2000码率的，怎么有这么多酒？谁吃这玩意？36。什么叫电浆炮？
OK 了。回家。What？我只有一把我自己钓的能爆啊，我没有其他的什么。我是反对复制的，你要知道我的立场，我是坚决反对复制的，所以你就不用问我有没有复制过了。我不仅没复制过，我还反对一切形式的复制，而且在我群里也是严禁讨论任何关于复制的问题的。没有。老玩家福利了，能爆相当于毕设补偿我的东西。既然首发那么差，就应该给首发玩家一些不一样的东西作为奖励，啊，这样我心里就平衡了。无论谁搞出来漏洞，我都不用的。我跟你说，每个人的立场都不一样的。所以你复制我肯定管不着，但是你要是问我，我是坚决反对，我反对一切利用游戏漏洞的行为，无论你刷什么都一样。就是预算，大家知道以前有个漏洞是卡预算，对吧？卡预算我都没用过。我作为一个建造党，大家也知道我在辐射76建造了多少东西，对不对？我在辐射76建造了几百个 camp， 每个都风格迥异，而且我预算每次都不够，在这种情况下我都没有碰过一次卡预算。这就是漏洞嘛，我拒绝使用一切漏洞，只要我知道这是个漏洞我就不会用，就这么简单。不是能爆是本来有的，毕设给取消了，并不是 bug。 毕设特别说了，他们以后为什么我这么说，因为毕设当时官方发言人说的是他们以后会寻找一种平衡的办法，把能量爆裂武器重新加回游戏里，他们当时是这么说的。虽然他们当时的说法是他们要平衡一下以后再把能量爆炸加回来，但是虽然他们从来没有加回来，但是他们官方的说法可以确认这个东西不是 bug， 而是说平衡没有做好，所以把它删了。没有，我也不造虚空，我就造正常 camp， 我就造正常的废土 camp， 我不会搞那些超脱游戏本身风格的东西。我造的所有的 camp 都是要弃入这个环境之中的，这些它是本来就在这的，这个地方它不是盟友，它是 NPC， 它就刷在这个地方，这个地方是被我改造了，这是一个能放 camp 的这个原版的地方，他会固定刷两个 NPC， 每次固定刷两个 NPC， 一个在这砍柴。现在可以造，这个地方吗？在两个豪宅旁边，我们的自己的第三个房子。靠，这几天我的眼睛有点不舒服，我感觉真的我不知道为什么，这几天我就感觉我的眼睛玩游戏的时候会很累等等。
我也不知道是个什么情况，反正我就这几天觉得眼睛特别难受。可以了，你看现在果然可以了。现在果然可以了。黑鸟，何子思酿，黑鸟，装甲王牌，何子思酿，上海，古物协会，我靠，这玩意太。垂直护卫，爱国至尊，自由至尊，黑鸟。你看这个甲慢慢改得越来越帅，我全都收集了，当然都要有了。浦东高桥现在搬到滴水湖去了，国内的话校准肯定是校准冲击了，垂直守卫，但是我要那个居民，对这个，靠，涂装太多，自己都看不清了。我们的新动力甲完成了，朋友们，我们的新动力甲就此诞生，让我们穿上。我们的全新的动力甲打造完毕了，来看看，哎，全新的动力甲。哎，我就喜欢 T 五一，我就喜欢 T 五一的这个头，这个眼睛的样子，我特别喜欢 T 五一的眼睛的样子。看着零件，这上面有各种各样的零件，这边甚至还有一把锤子，还有扳手，还有撬棍。然后用的是 X01 的胸甲，我需要那个史诗，
看这头盔上面的划痕，战损，子弹的划痕。对，很废土，腿上还有工具这一套，对不对？这细节，不是很感兴趣，对《星球大战》。哎，等一下，忘了重命名了。现在没打折吧？这里不怎么刷怪，现在没打折是原价吧？应该。靠！你看，我们给他改个名，他不叫自由至尊，他叫。他叫特斯拉至尊，特斯拉至尊，不错。一套改好了，是的。不同情况下都不一样，我没算过。该清理一下东西了。那肯定，我觉得比 PS 5快多了。
我觉得 PC 的 SSD 还是比 PS5 的快，不知道为什么。15秒算很长的载入了，在我这算很长的载入了，真的。有的时候就几秒，10秒不到 PC 的 SSD。15秒的话是那种很长很远的那种载入，一般，就比如说我从地图的这个区块完全到另一个区块的那种，应该差不多15秒吧。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那是挺长的了，那是挺长的。但是还是要看哪个地方，还是要看具体是什么，从什么地方加载到什么地方，每个地方不一样的，每个地方是不一样的。这东西还没有涂装是吧？我还是 PC 的。我已经彻底从主机转成 PC 了，我的 PS5 在路上了，但是我只会用它玩独占游戏。除了独占以外的，如果这个游戏不是独占，我就绝对在 PC 上玩，属于这种。如果是限时独占，我也不会买 PS5 版，因为体验太差。除非是那种永久独占，比如说 GT7，比这种游戏，或者说要独占个3、4年的这种游戏。就如果是发售时就宣布了会上 PC 的游戏，我一律不会玩买 PS5 版。PS5 我只用来玩独占，别的全部 PC，因为还是要 PC 真的。4K 光追60帧，PS5 还是不可能的。PS5 现在全都是这个性能模式和这个画面模式。画面模式就是 4K 光追30，性能模式就是动态。无光追60，或者动态有光追60，但是 4K 光追60必须要是 PC，必须是 PC，只有 PC 能做的。这时代主机还是不行，本来以为这时代主机以前都有，现在也是 NS、Xbox One X、Xbox One S、Xbox One、PS4、PSVR、PS Pro 啊，不是。我没买 Pro，我买了 PS4 Slim，后来都有，我都有。PSP、PSV、PS4、PS Slim、PSVR、Xbox One、Xbox 360、Xbox One S、Xbox One X、NS 我都有，但是我这一世代彻底到 PC 了，我这个世代彻底基本是全面转 PC，就是所有的非独占游戏全部转 PC 了，因为我发现 PC。能提供我最好的体验，所以我放弃主机了。我原来是个主机党，但我现在也变成了 PC 党，自己配了台电脑，然后就是 PC 党，1万多人民币吧，2000多加币，很强，太强了。4K 光追60帧，爽，是真的爽。不用什么性能模式、画面模式之类的，不拉不拉不拉的。我刚才整理一下东西。我已经几年没说过上海话了，也没听过了。你现在打的这些，我根本看不懂。你知道吗？不是5年，6年，7，对对对，我已经6年没有接触过上海话了，我现在已经基本忘光了，所以我真的看不懂你在写啥。自从我来加拿大以后，我可能这6年只听过一句上海话，是某一天我在一个沙滩。
那个沙滩那里有人在谈话，我听到一句，这可能是我近六年唯一一次听到上海话，所以我已经全部忘光了早就。哎，我的盟友怎么在这里啊？一万多不是入门了，你看我的配置怎么是入门啊？是我配置 AMD Zen 3 5600X RTX 3080西数黑盘 SSD 32GB 内存水冷，这哪是入门配置啊？谁家的入门配置是5000系的 AMD CPU 和3080 32G 内存西数黑盘 SSD？这是谁的入门配置？这就是2000多加元，这就是10000人民币，就这么便宜。40000是干嘛？为什么要40000？什么东西要40000啊？对，我在加拿大，什么东西要40000啊？我这套配置已经是现在的主流旗舰了，不是最强，最强是3090，对吧？但是已经是主流旗舰了，这还入门？在小黑盒之类的 APP 上，我都是 SS 级，然后在 3DS Mark 上我是 98%， 我是全世界前 2% 的配置，就一万多，哪要四万啊？合租，就一万多，真的就一万多，2% 还谈不上期限。你的意思是要世界前1%才能谈旗舰吗？那叫顶尖，那不叫旗舰。旗舰和 top of the line 还是有区别的。哎，拜托 ,3DS Max 的分数是 2%。是全球 2% 的游戏 PC, 你和我说中等偏上。全球 2% 是中等偏上。那3%是啥？3%是中等，4%是……就这个 RTX 3080是现在第二强的消费级显卡，你这是还要干嘛？这个先不说 AMD， 因为 AMD 显卡你根本买不到，你就不要想了，对不对 ？AMD 的显卡你也买不着，现在新的那个。新的那俩，你还要啥吗？你还要专业卡？专业卡玩游戏也没用啊！专业卡玩游戏还不如3080和3070，甚至就那什么2X 6000还是5000来着？不对，4000还是什么来着？有没有意义啊？我是不是要退？哦，不用退，我只要等人来就好。你还要干嘛？四万电脑你什么配置啊？六年啊？什么配置要四万啊？3090我知道，对，我可以提升到3090，我提升不起。CPU 你也可以提升，但 CPU 没有意义啊。CPU 玩游戏，你那么高干嘛了？你要知道我刚才说的不是旗舰电脑，我说是旗舰游戏电脑，不是旗舰工作站，所以我是用小黑盒来比的，因为这是游戏电脑，我说的是游戏电脑。你游戏电脑配个那种什么16线程的又有什么用啊？你一个游戏能用双线程已经谢天谢地了。我还在等人，怎么没有人？我换个服吧，要不？你什么游戏电脑要四万啊？你玩啥游戏啊？这电脑现在吃全市面的所有的游戏 ，4K 光追60完全 OK， 除了2070这种优化很差的，你上3090也不行。但是现在游戏显卡的顶就是3090了，没有比它更好的游戏显卡了，所以我说我这个配置可以，3090能吃的我全都能吃，目前3090没有体现出它应有的差距。那你还要啥？靠，
我就可以这么说，你现在4万块钱配一台 PC 和我的10000的玩游戏没有什么区别，我可以这么说。外星人那种溢价，我们不谈品牌机，不要谈品牌机，我就说自己装机。你自己装机4万块，你配出来的电脑和我这台电脑玩起游戏来没有什么区别。我可以这么说。我看了好多评测，当时我在考虑要不要买3090，我发现没有用，我发现没有用。就算我当时买了3090，没有什么区别，就3080能玩的，3090提升不大。但是3090不行的，3080也不行，所以我发我为什么不买3080？所以我最后没有买3090，我还是买了3080。我觉得还不如省点钱出来，明天换个手机啥的。我靠，不是休闲，我又做错了，no。对，4万你买啥电脑？你玩什么游戏？你要4万块钱啊？闻所未闻，好不好？2000美元，2000美元，1万多人民币啊！组装机能够你吃遍现在天下所有的 3A 游戏，4K 光追全开60，没有问题的。你还要干嘛？你要 4K 144吗？4K 1443090你也别想，真的。所以我说不可能。就是你如果说4万电脑是游戏机的旗舰配置，不可能。1万多就已经是旗舰了，2万是撑死了。2万你能上个3090，你就把自己撑死了。你再往上走，对你的游戏体验已经没有任何提升了。你提升那一帧两帧有什么用啊？对吧？那位朋友刚才说，我这台5600X 32GB 西数黑盘水冷3080的机器是中等偏上，中等偏上。也就是说，他的意思是3090，比如说你5800X 也只不过是旗舰，并不是顶级。那顶级的游戏机和你所谓的中等偏上的游戏机差了三四帧，它有啥区别？不是我说，这是中等偏上，你让广大1060玩家玩个毛啊！你要知道什么叫中等电脑，1060是中等电脑，我没有跟你开玩笑。为什么说1060是中等电脑？因为 Steam 官方调查，什么叫中等？大众配置叫中等，1060是目前最普遍的大众配置。显卡利用率，显卡最多的就是1060，玩游戏显卡最多的就是1060。如果1060是中等，你跟我说3080是中等偏上，你1070、1060S、1660、1650、1080、1080 Ti、2060、2070、2080、2060S、2070S、2080S、3060 Ti、3070都是啥？我刚才说的这一票显卡都是啥？直接被跳过了吗？为什么还没有人打日常？今天怎么回事啊？今天没有人打日常，要么我们直接换游戏了。我再试一个，我再试一个世界，我再试一个世界，看看有没有人打日常。没人打日常，我们就今天七六就到这儿了。否则一直在这等着没有意义啊。稍等一下。
为什么没人打呀？哎，有了，我来了，朋友，我们快打吧。打完我们换游戏了。今天七六该干的事都干完了，对不对？有，但我没在 Epic 上玩过游戏。这穿的是一身啥？今天是什么属性？主动是迷彩，明白。Let's go。滚啊！就位，5000人民币，真是贵，翻了一倍啊！靠，本来 PS5 应该只要3000人民币吧，结果你要买只能5000，这个价，而且我还不是在国内买。是在日本，日本也是这个价，而且是零售店，不是那种私人黄牛。对，我就是说日本，但是我是在宫城县，我不是我住在宫城县，是我姑姑他们在宫城县，宫城也就是仙台那附近，他们找到一家电玩店，那家电玩店有货，但是他们去那个 Yodobashi 没有。我不知道那该怎么念，好像是这么念，那家电器店没有，然后他们就去那个零售店，零售店有一家店有货，但是他要对，他要5000人民币，只有那里，整个宫城县可能只有那一家店是有货的，没有办法。就一直往这个方向打就完。谁呀？加拿大是都没货，反正加拿大根本就没有摇号，加拿大是没有摇号的，你知道？加拿大买你就要抢，你抢不到就没有，就是抢。你和一堆机器人，一堆那种抢购的外挂，那堆机器人，你去抢，你根本抢不过他，你每个月根本就不可能，因为也没有摇号这个东西，所以加拿大是不可能买得到 ，Xbox 也买不到。我本来想买 Xbox Series S 的，买不到。Xbox 和 PS5 我都打算买，为什么我打算买 Xbox？ 你可能问，因为 PS5 毕竟有独占嘛，对吧？我现在既然转成了 PC 打，那 PS5 有独占。那可能有朋友问你为什么要买 Xbox 呢？ Xbox 没有独占，对吧？为什么要买？而且大家注意，我要买的不是 Series X， 我要买的是 Series S。 为什么我要买 Series S？ 因为大家知道 Series S 有多小吗？大家知道 Series S 有多小？我给大家看一下，稍等。 Series S 就比这个大一圈，
没错，就比 NS 的这个 NS 的底座大一圈，就这么小，次世代主机就这么小，真的就比它大一圈。我看过实物，所以我要买 Series X， 因为我靠，有人打的我手柄都掉。因为我可以变，我可以比如说我回国，对吧？因为它通吃，因为它很多游戏是同步的。它微软第一方的游戏，包括以后贝塞斯达的游戏，应该都是存档同步的。如果它存档同步的话，我就不用买一台游戏本，因为我回国，大家知道，回国以后放假回国，我不可能把我的台式机搬回去，对吧？那怎么办呢？那我就买一台 Series S， 这么小，我直接塞到我的包里，我就带回国，我带回国插上电视我就玩，对吧？所以我要买 Series X， 是这样的。我不想再买一台游戏笔记本，我买不起，买不起游戏笔记本，贵的要命，谁买得起？我又不可能把五台式机带回去，所以还是要靠 Series S。在加拿大，四万要干嘛呀？不是他玩啥游戏要四万啊？到底我真的想不通了。而且我实话跟大家说啊，如果一万的配置，这个游戏帧数不稳，那你四万的配置一样不稳，你信不信？举个例子，辐射76这个游戏优化不好，所以呢，我当时用1060玩的时候，它会经常掉帧。然后我换了3080，大家也知道3080的性能和1060是没法相提并论的，对不对？3080还是掉帧，还是1060掉帧的地方3080就掉帧。2077也是一样，你1060掉帧的地方我3080一样掉帧。所以我可以这么说，如果我这个在某些优化差的游戏掉帧，你四万的配置，你3090你一样掉帧，你没有任何的意义，完全。PS5 啊，2060，真的 PS5 我觉得就相当于2060、2070，30系都够不上，或者说3060Ti，可能相当于3060 Ti。因为你看3080能 4K 光追全开60帧，对吧？ PS5 只能动态 2K， 甚至1080才能光追60帧，那可能真的就是2060和2070的水平，这什么情况？2060不是3060 Ti， 3060 Ti 399美元貌似是吧。完成了，没有好东西，哎呀，没玩过。我第一台主机 Xbox One， 你想是什么时代？360还是我后来买的 ？Xbox 360是我后来心血来潮买的。我实际上第一台主机已经是 Xbox One 的时候了，之前的肯定没玩。
哎呦，七六直播差不多了，我觉得。哒哒哒哒。你看，3080，你到了这个地方依然是40帧，你到了这个鬼地方还是40帧，现在变成50帧了，现在又恢复到60帧了，就和大家说，你该掉帧，你买啥显卡还是掉帧。对于这种优化不行的游戏，去哪都一样啊。我本以为我从1060直接跳跃到3080，它就不会掉帧了，结果我错了，它还是掉帧。是他掉帧掉得更微妙了，众生平等。以前不是叫众生平等奥德赛吗？现在叫众生平等辐射七六，这是真正的众生平等，大家都一样。唯一不一样的是分辨率。比如说这样，我开4K，我掉帧；你开1080P，你掉帧。我开高画质，我掉帧；你开低画质，你掉帧啊！大家都一样，大家都一样，掉帧这一点上大家都一样。什么级别开什么级别的画面，但是大家一样都在掉帧。OK，我们这个今天76的直播就到这儿。那我去吃个 brunch，我去吃个早午饭，然后我们过半个小时，那肯定啊，我是很乐观的。过半个小时以后，我们直播光追 Minecraft，或者其他的，到时候再看。先到这儿。